我也跟他讲的，你刚才上来啊？当天贾中廷谢院长也是2008年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，谢长廷院长已经到我们现场，今天你来为余燕来特别来个加油，来欢迎谢长廷谢院长。谢院长，好，下去了，感谢，感谢我们谢院长，谢院长不然是到台中总算哦，啊，真的是啊，来恰起来啊，来，掌声鼓励哦，谢谢。咱表演上好诶吼，这机会啊非常尊敬啊，非常专业。哎，这甘议员检验哈，啊，过来这个吴国栋大哥啦吼，啊，像他名嘴那样子啊，阿伯文哈，各位这个大家的厝边吼好朋友，大家好。其实哦，我30几年来厝拢伫遮吼。去高雄再休一站再厝落去，我拢对北岸路、南北四五遐啦。啊，所以这个所在我有真深的感情吼。啊，伫遮做过议员，我也算过议员吼。迄阵甲咱陈进芳吼已经过身啦，啊潘维刚啊吼，啊大家拢有伫遮有食饼吼。我有看过这个所在发展，啊看过这个民意代表吼的变化啦吼。大概这个民意代表议员哦，有三个角色啦。一个角色就是服务跑腿啦，哦跑腿啊。我刚才当议员跑腿也真好，我就服务个真好，咱就是讲。啊，这个服务哦做了好，大家都讲好议员啦，好议员。但是第二项呢，就是爱监督市政，心查有神哦。哦，譬如讲啊，富邦银行甲台北银行哦。合并啊，台北银行卖掉啊，这个大家袂感觉有受害啊。但是无共款嘞，迄个咱后面的人可能了本啊，清过去嘞，吼、哦。这就是爱清钱业啊，你个监督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这个归人河有清去无？啊，淡水河讲要清有清无？哦，啊，甲监督啊，啊，咱这交通啥物款？这个有在监督之前，这个做得好，他们讲，即款议员已经算正好的议员啊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还佫一个。议员还佫一个任务，这个任务就是爱推动咱台湾的民主运动，哦，爱使咱台湾要行向倒去，唔是讲咱伫遮，我逐工生活真好，敢若一个船仔顶头，哇、哦，会跳舞啊，会唱歌，迄、那个船要驶倒去，唔知影，哦，安尼就害阿哩，哦，所以一个好的民意代表，代表民意，爱知影咱要行向倒去，咱的未来伫倒，咱的子孙的愿望伫倒，哦。这三个做搞，他们讲这一流的议员啦，检验就是一流的议员啦，对不对啊？你服务好，能够看监督之前，哦哦，流浪国啦，基隆河啦，吼、哦，足水代志，哦啊下水道，伊拢在注意。啊，上无简单，就是咱台湾重大的民主运动、社会运动，拢有看到伊啦。拢有看到伊，吼、哦，因为伊较好看到，就讲伊穿粉红的，还阁水水安尼啦。谢谢。这是一个好的民意代表吼、哦，一流的民意代表啦，非常的优秀吼、哦。啊，我伫遮已经住真久啦，我看这个变化吼，咱来讲，你也袂使讲台北市吼、哦，有诶所在哦变较好，哦，咱一年拢1000外亿在用呢，1000几亿在用，那也袂较好啦，会较好。但是台北市有危机啦，哦，我们前几天讲，第一种咱老社区，哦，从大体来讲，这个所在就较老社区，哦，咱这个所在较老社区，这边，啊，那边就较新的，啊，这政府拢爱做较新的啦，哦，啊，若讲，大同区，哦，更较早更新那边，那老社区，啊，那边就较新的，啊，政府我做个市长，政府拢爱做较新社区，啊，新社区就残吞吞的，啊，工厂拆拆，哦，我去了，哦，我当食水食水。老社区呢，爱都市更新哦，爱去除脏乱，爱协调。老社区较歹做，就是讲政府较歹做，哦，啊，大家拢做些呢。啊，老社区其实无啥变化啦，人我咧看变化真少。哦，啊，人教育的问题，啊，人口流失的问题，台北市一年头都要到几万个人减去啦，少年的厝买袂起啊，哦，搬去南口，搬去桃园，啊，搬去永和。新店，哦，啊，咱老一辈的囡仔就走啊嘞，哦，啊，三不五时来看一下。他们讲幸福是要几个口啊，会当带做伙，
甲你所爱人，吼，甲你长辈啊伦理，迄就是幸福啦，对唔对啊？吼，所以讲这一平几百万啊，我几十万，其实我无感觉咧真幸福。当然，哦，有诶有赚到钱是好，但是一个政府呢，需要政府就是讲困难的代志伊爱做，吼，伊爱做。啊，这点呢，他们讲是做了无好，吼。啊，过来就大规划。哦，这中山机场哦，是不是到底高铁哦通车啊？机场捷运通车了，要搁用无？哦啊，柳公镇哦，要恢复无？哦，新生高架哦，脱掉的来我家20万人、30万人住伫遐，科学园区到底要安怎处理？这拢来真好的政府啊，真好的议员都感动啦吼。啊，当然，甲监督啊，伊若唔听，唔听，咱就换市长就好啊嘛，对不对啊？哦，啊，换苏贞昌就会使啊，哦，比较好做。啊，那同款感动的，就是哎，嘛是爱监督啊吼。我咧做高雄市长的时候，我高雄的市议员嘛，监督啊真严的。当然头啊较少啊，头啊44个议员才9个民进党的，我定来去用赶出去啊，你啊。赶出去聚会呢，哦，真正啊，哦，哦，叫人赶的，啊，但是尾啊，哦，咱就经营就较济，哦，啊，到尾咱就多数，连议长嘛才甲提来，对啊，啊，就会变化，一个城市的命运就是无同款，哦，啥物命同款，啊，所以呢，今日我是听伊讲，伊伫遮开奥运会啦，只要讲我住伫遮，我应该做奥运会会长才对啦，但是我遐无法度，我遐做5度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哦，啊，我只要去住伫台中。到你台中，哦，阿变来台北，阿那去高雄，哎呀，多一半路啦，哦，一半路吼，啊，对付迄个胡志强吼，我口才真好啦，我讲水啦，真正讲水，口才好就是讲话，我都讲较白安尼，这口才好啦吼，啊，咱无在调吼，咱就无在调，所以这呢，但是底下咧拼咧啦吼，啊，这五都，起码拢真认真拼。啊，检验表现真好，照讲我看伊人缘真好，唔知在名嘴拢会来，哎，有诶。全国的议员啊，要找一个名嘴去，还是请他往桥要来扛到外去呢？哦，你唔知就有道有道我大把的呢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今日这3、4个名嘴来吼、哦，我感觉讲表示甲肯定，啊，不过因也无一定有票啦，哦，要投票因这票完全也无伫遮，哦啊，前院今晚我看上镜就是讲，大家拢讲伊调啦。哎，屌啦！哦，我还好诶，稳诶啦，稳诶，都这样。你用我咧讲，这稳诶较输十层红诶。我70、20年前就是稳到烂去啦，稳到烂去。啊，我看倒了算了，就调啦，倒就调，倒看卖，爬未起来，我咧讲。所以这个民主诶可贵伫遮，民主诶可贵就是讲，无一个稳调诶啦，更加优秀，像陈燕安尼，嘛是爱靠恁啊。哦，嘛是爱对选民真认真，哦，一票一票安尼啊，贴起，唔是讲哦，阮是讲票拢藏伫个拖内啊，吼，啊，到时要开票摕出来，就阮有票啊，唔是安尼吼，所以我有这个痛身的经验咯，痛苦的经验啦吼，就讲表演好，咱台湾是真重人情。啊，表演好，有通阿在讲，啊，就表演好，才卖导演，会变些只怪啦。讲啊，伊就真优秀啊，啊，真优秀就稳调啊，啊，稳调就卖导演啊，啊，真优秀就是表演好啊，啊，表演就是认真啊，啊，结果你的结论是讲认真卖导演，啊，无要投啥？讲迄个较可怜，迄个拢袂调，啊，伊袂调就表演较歹啊，哦，啊，迄个无那咖啡饭的啦，啥物啦，对不对？哦。啊！你怎啊表演歹？你怎啊要去甲哦？怎要导演？这个是滥情啊！哦，我就是讲，这种诶是滥情哦。毕竟咱有感情，啊冇是非哦。咱诶感情啊结合是非哦，啊就当其实就真好啊。一些民意代表，由于即马未来哦，五都后五都的时代，即马所有民进双税都是代表起来，即五都啦，双税哦，代表起诶优势已经无去啊。已经无去啊！哦，啊，做议员呢，席数减少，所以一个议员呢，爱动两个，动三个啦。哦，即马选一个议员，等我较早即个路啊，做啊，普通，迄无无效啦，普通又袂使啊。哦，爱表现真好，真优秀，一流的，请陈议员呢，安尼才有法度做议员，好唔好？安尼才有法度好五都的时代继续。哦，搁再锻炼这个城市啊，向前行吼，搁再向前行啊！我看这名嘴真多啦吼，我不
本来是要来讲五都呢，哦，不过台湾的未来呢吼，那我讲嘛，而且呢，哎，大家个祝福，啊，拜托大家各这边支持咱锦怡宴，好阿妹，好阿妹，好，然后我就放心，好好牡丹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谢长林谢院长，谢谢，特别对台中挂起来，因为今麦专门负责在台中哦，去对付胡志强呐，哦。讲实在，胡志强高讲话，确实是安尼。国民党有媒体，伊嘛高讲话。哎，即届安尼，郝龙斌的机要组组长去写迄个。萧正廷，孙正道，萧正廷，孙正道。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郝龙斌的机要组组长去。